是那条讨债的狗？这三天你是咋过来的？飞机？火车？牛车？我的钱怎么能给你这种杂碎？亚泽一心从我身上踩过去。等等，小心撞到了我。你可是逆行，而且还是超速，撞我的时候好像还睡着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是想警告你，一定要多注意休息，没事了。别以为我睡着了就不知道你碰瓷儿，道歉！啊！看把我车撞成什么样了，什么头？哎呦！呀呀呀呀呀呀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有及时躲开您是我的错，可我真的不是碰瓷的。我还有事儿。
流鼻血了，大哥，你看是不是真的？是，别！哎，我怎么了？大家看呀，我真的被撞了，我不是骗人的，我真的流血了，我头上也流血了，大哥你看，我头上真的流血了，我没有骗人。叔叔你看，小朋友你看，姐姐你看，我头上真的流血了，我真的流血了，我不是骗人的。